大声一点啊，听不到。直接开始了。哦，哎、欸，哦，我头发来。你头发是什么？你什么颜色？红色吗？红色吗？没有。哦，你自己带过去了。OK， 四人游玩。哎、啊，第一把调对到。哎、欸。啊。来。过去。是吗？是啊 ，S L 跟 S R 吗？对啊，谁是主机啊？按一下确定。主机不是红色吗？你说。一啊一啊，是你，你是主机。我是主机，我变主机了，主机按什么？啊 ，OK。OK 是哪个？上面写的那个，右边、啊、最右边那一个。嗯。哇。手转按一下。按了。谁是主机？是转吗？不是我。哎、欸，不是右边那个吗？啊。是谁？是不是、啊。哦，是这个。你还说上面右边的？哦，真的是天才，跳过。哦，跳过。要不要给你当主题嘛？你要给我。当当当。我来，我来，我来。那我的跟你换。拜拜。拜拜拜拜拜拜。Super Mario Party， Super Mario Party， 耶、yeah.。我是恐龙，我是几滴眼泪啊？那个聊天是这么大？等一下，我是哪一颗啊？我是一批。哎、欸，我看不出来我是哪一颗，等一下。我爸爸，我后面几个灯就是几個？哦，我是二号。哦，是看这个的、啊，还是看灯哦？我上次第一名是玩哪一次？上次不如你吗？在那个宿舍的时候，不、嗯、是在饭店的时候，怎么可能？会做梦啊？你妈，你不可能啊！好，铁锤兄弟，呵呵，应该是很难的。铁锤兄弟，啊，第一关怎么死啊？哎，第一关脑残幽灵啊！就这个。到是选角哦！来啦，我们先从最基础玩法开始吧。派对广场。耶！然后你倒是耶啊！耶！耶！耶！好，先玩没玩过的玩法好了。没有问题。同心协力的算了。你要合作，团队合作的大富翁，他把团队合作的大富翁，他不可以团队合作，会有四个人行吗？先玩原汁原味吧，原汁原味大富翁，来，这叫掷骰子大富翁游戏获得最多星星，就是那个富翁 party 啊，不是我赢，宝贝富翁 party 啊，你要玩多久啊？玩一点吧，60分钟。跳过，跳过。砰砰！这里就是东方，你要看一下画面。阿果，帮改一下标题啦。请问是马里奥派对？啊，第一次来游戏吗？是。我来问。不，我们老司机。不用，不听。来，掷骰子。是咬他吗？六。哎呀，轻松。第一，啊、我先。这是我哎。哎。哇哦，你说第一啊？我不知道。倒数第一啊！我骰子骰到一，我不是第一个先的吗？嗯。按了按了。好了。所以我过。哦。我改了。要怎么改？这轮次。那个。哦，第一颗星星哎、欸，就跟扑克牌一样玩法嘛。OK， 玩我会玩的。虽然扑克牌你也没怎么赢过。你那游戏靠塞靠坏哪个大风游戏不这样？第一就是关在牢里那个。六，哈哈，你这个你这是普通骰子。哎、欸，怎么样？17颗、欸。红色，扣钱。不要爆开！
万。该不会开那个星星要很多钱吧？开星星40块。要到手彩啊！4444。那你倒是啊？是。那会不会玩熟一局？倒是一直摇，是不是？不是按吗？用按的，用按的。摇再摇啦。反正你学游戏啊？我刚想。大好看哦。世界。哦。哦，路障。哦，这一关是换路。啊，游戏。来的药性仔，这个欺负哎！13357，一定是一吧？这个超爽的，一定是一吧？哎，嗯，哎，你不是欺负，五步也够了啦！来了，还没长出来，给他3块可以往里面走，走了吧？不是，不亏啊！好啊，给啊，往里面走，比较爽吗？哪次不给？哎哎，后三加三赚哎！不是，这样子就帮你们开路了，对吧？2块2块，2348，2块，爸，我准备好了 ，Go， 让你们一下，让你们一下，小浪一点，小浪一点，小游戏来，哎，我，哎，我怎么只有一个人？哎，你还被自取，一打三超爽的好不好？不会有人搞你，来。哦，我一打三，哎，直接开始，直接按准备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我看一下。我也要研究一下，你不要闹。不是，好，啊，够了，够了，够了，只要负责爬而已。好，凑合理性，拿注意力啊。你凑合，你就抢他，抢他，抢他走吧。来，你们，哎，你们俩，你们完蛋了，哈哈。这怎么输啊？这怎么输啊？啊！你这个根本就啊，根本就打不到人啊！他要杀死三个，你以为打不到人是不是？你还敢？哦，哇哇哇哇！你还敢嚣张啊？你刚没有回到球啊？你还敢？你还敢嘴啊？你在挑战英雄联盟总会大师？你根本打不到。这里，你不要再闹。这里，哎，救哥，救哥，哎，哎，规范落空，哎，这里，哎，你好菜啊！可能吧。六狗六到底。左下角有个乐色。你给我两个。阿弟，但这个没有你啊。他第一个死的是谁啊？你倒是耶啊！你倒是摇一下，耶啊耶啊耶啊！你倒是耶啊！你没耶没钱啊？是啊，怎么了？你看我们拿8块，你没耶没钱。哦，你们看我钱，你们看我钱。哎 ，Number One， 我怎么只有10块啊？哦，你有10块，哎，一个星星要40块啊！我血虐你们，轻松啊！铁锤兄弟 Go， 铁锤兄弟骰子。耶，五步一，哎，3块，哎，你不要多一块，要钱吗？哎，我拿3块，亏。你不要多一块，可以走零步的。哎，我走零步，我要直接负三，好啊，我直接通过一回合啊，加三负三不亏吧？我没他，我没他。哎，开地图，往遗迹深处。开地图，飞行龟机动车，哎。坐车，哎，坐车直接过去捡星星，无敌拿车吧。只要5枚金币哦。对，哎，支付，哎，支付了，赚嘞。这个不可能不支付，我告诉你。对手。没有没有，绝对不会。你想要到任何的地方就可以去。世界。哦，3选1啊。惹毛将，我觉得中间那个好。男左女右。选右边，选右边，中间这个右边，中间这个一定好。对，男左女右，你叫选右。你看有没有？因为你两个我都选中间了。你是狗，你只能选中间了。哎，七耶耶！你看两个拿蘑菇，哎，你要不要拿蘑菇啊？蘑菇是道具，是不是？对啊，道具给他拿起，还是要3块。拿道具了啦，道具了，道具。爽呐！自杀魔钩是啥？是吗？哎，负二。可以直接把对手毒死了。哎，为什么在起点？我也在想。八。哎，你不要再做梦了啦！我看你耶，你是等下一个星星的吧？扣钱。后面那个乌龟，后面那个龟龟是啥情况？怎么可能啊？哦，印章方块。哎，
没按到，什么状况？哎，4块钱，没按到。你们看我钱，你们看我钱。对，他刚没按到。你们看我发育，你们看我发育，按到是多一个星星。你们看我发育，好笨哦。看我钱，啊怎么又是你？哎，啊怎么是我一个人？吸盘飞镖，音量可能有正常吧？哦，该吧。音量 OK， 打 OK 啊。OK 吧。把三只对手是在。哦，是三只飞镖是在对手。移动鼠标射飞镖是射到他吗？哦，懂了。这也太难输了吧，就随便打。哎，要中了。为什么我要给他们三个射啊？想中就中，你看日本人走位有问题。开始啊。哦。Lady 啊。Lady。第一台小时。哎，为什么我要当靶子啊？跳过。我可是大过年的。中了。哎。秒杀不是说可以射五只吗？刚刚我射完，没有，只要大家射到他就好了。哦，只要大家有射到，耶耶，这太卑鄙了，这怎么可能会赢啊？他那个车子没办法用，是直接右转呢、欸。不是，你可以闪的，可以加速啊。他刚不是可以加速吗？可以吗？哦，哎、欸，一场10块。哎、欸，你扣2块、欸。哎，没有加二，不亏。哎，看我钱，哎，看我钱，怎么可能会有这种事？6块，我想干嘛，我就可以干嘛。今天没有在海淀底了，你是肯定的呢。哎，没有。我还以为是第一，我只能说等一下谁被分到这里，谁就会输啊。哎，你玩的还比第一多次。一的。一，哎。哎，轻松啊。嗯。负三块，你走左边五。哎，左边那个是加一个队友。你走左边，我就一定要跟你走左边。我建议你走左边。来，你不然你跟我走同条路。好，我走这里。我觉得这一条好。我等下走到那边刚好40块。你要道具了吗？不用吧。你有道具啊？好像有吧，好像有蜘蛛啊。有啊，冲锋哎。加五。你倒是省一些啊。可是你冲过去，你没钱可以买新枪。真的？不可能。新枪40块。他是几颗星星呀？无限，就死为王啊！也是哦，你毕竟不是人哎，还要到嘞，他又没钱，哎，他到嘞，他乞丐啊，乞丐，获得星星的机会，20块，哎，10块，哎，不说10块，哎，有人在骗呐，降价嘞，打折哎，过年打折哎，降价嘞，之前40块一个，去网上拍卖，哎，打折哎，那骗嘞。搞人嘛！他自己在搞哎、欸！也是啊，我打后期啊，才第三回合啊。啊，已经第三回合，后面是4回合。哈哈哈！这才第三回合啊，大家不要着急啊。哎呦，在我前面！一定是在我前面。哎、欸，说明在左边，我在直接左拐。怎么会有这种事？我直接左拐。你直接，我这边可以左拐吗？不是，你要也过不来这里耶，又难说哎，又难说。哎、欸，我怎么感觉第一又要打了？啊，那很多钱涨价了，哎、欸，他那一条路好像有点速度哎。是啊，丁毅，他要让你付了。不要，不是。啊，确实。怎么可能是我啊？不是哦。不是，就只有10个回合，我不用那是不是浪费了？真的。你要选一个人当最后一名。哦，就是你、啊。第一名一定是我。第一名怎么可能是你？我现在就是哎，无敌！哎，站同一个可以抢钱吧？没办，你还想抢我钱？要玩之前那一款，之前那个站同一个可以把你干掉。我看一下，往左边走只能绕一圈哎。哇，这很天才，他这个路很天才啊！啊，我不在乎这里，他这个路也太强了吧？是，啊，路其实就只有一条哎，路就只有一条，那我就输不了。我记得那个石头不是有零星星2、3格，我只要走8格，那就是3回合。另外一个石头是什么？重来，重来！他好躺在地上了。不是，刚刚丁一开始不是开了2个石头吗？他不没转，他不工作了。哎，对哈、哦，还有这个，哎，我转。哎，有，你这操作可以。哎，我厉害，厉害！来，是啊、哦，加五，加五。哎呀，我给按错了呀！我感觉这个是最强的道具。你说这蘑菇？真的，你负荷人家加五，人家加三。我那个负荷是什么？四人小游戏哦。哦，
终于有一个可以。三个问号，美味美式送礼。这是要主送品哦。这个是。啊，够了够了够了。啊，走，直接够，直接够，直接够。走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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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玩过就会啊。玩着玩着就懂了，跳过。我也不知道。哪里啊？我。懂了。为什么不能拿别人家的？你还想当乞丐啊？哎，星星直接加全部哎！哈哈哈！来，现在拿，来，动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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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要拿，都不要拿，都不拿，不要拿，都哎，我拿耶，耶，拿，拿，拿，有种拿，来，快拿，你拿，你拿。有种就拿，你倒是拿，拿拿拿拿，我拿拿，不要拿，就拿了一个嘛，就拿，就拿，啊，我拿了，哎呀，我给你拿了呀，哎呦我，哎呦我，哎呦我，哎呀，我好像认也不亏啊，哎呀，不是很亏吗？不是，我这样也可以保底第二，你是跟狮子玩精灵盒，获胜。8块钱，哎、哦，好零元，大力抓，可恶，你有34块啊？哦，送东西啊？哎，我这一了啦，我这是赌了啦，1-5，怎么可能一嘛？不可能啊！你这个骰子是真的烂，怎么可能一？我这个骰子有问题啊，不可能一的，这个不可能可以走路啊！你这个骰子随便骰都不可能一。就是等他转一圈回来了。这铁锤兄弟怎么可能会赢的？那怎么可能？哎呀，哎，倒退两步，倒退两步吧。哎，八股，没有，没有哎。还好。哎，这样子不会倒退。浪费这么多，那个真的没什么用，最多就是这样，浪费的道具。没事啊，你招那个道具一持续5回合嘛。哎，你们七三月哦，你也骰的不多嘛。是，我怎么感觉到第十回合？我一波逆转8。感觉这辈子都走不到、发威！你这个是能起舞的吗？你要没有问题啊，8+5不就是13吗？有哎、哦，你走13步哎、哦，哎呦，我跟鬼一样哎，捏死了哎，捏死了是干嘛？你用了你用了就试一下，我也不知道，试一下，试一下，你看我看下地图。都能到，都能到，就是这一条，两条路都通罗马，就是这一条，对，就这条。来 LBS 哦，震动排名，震动抢答，什么意思？先付钱，来15，一个人收15块啊？不是，我才19块。哦，一个人要收15块，15，哎呦，震动就按这样。哎，震动了！第一次断线了，不是有震动吗？你是老了是不是啊？哎，什么东西？哎呀！哎呀！手打坏了！你们两个人怀疑是有问题，手打坏了！这两个人都是老人哎！没有，那一个根本没反应过来，只快5.2秒而已。他们总共才0.26秒，0.2超多哎！他怎么又是1打3？谁要1打3？谁这么衰？哎，就是我无人机翻译啊啊啊！哦，好，懂，开始吧。什么意思？他说翻货物吧。哦，然后他来敲无人机嘛，是不是？他是无人机啊。哦，他是无人机哦。我们搬一边，他搬一边吧。哦。OK。掉啊。哦，我这怎么可能会赢？我们是走路工啊。啊。啊。哎，我们是右边的哦，别搞哦。你们在左边啊，要不要到左边啊，快点啊，上楼，上楼，快走楼梯啊，是啊，怎么上楼啊，哎呀，哎，你怎么可以拿两个，哎，我们一人可以拿2份啊，快点啊，我上去啊，哦哎、无人机怎么拿一份啊？丁义，你是有没有在做事啊？丁义是绝对在混的、欸。不是，我拿2份来了。没有。加分。借过啊。来，那也不聊了。这哪会卡到你？你刚刚就卡到我，我根本不走啊。哎、欸，我这要怎么赢啊？耶。
差距而已。哎，我这边根本不能赢啊！无人机怎么一个啊？无人机可以直接上天。不是啊，无人机整败给你们三个人班啊，还不败了啊！一打三怎么赢？不是，而且丁义基本上都在问。对啊，还有两个，关键的两个。我拿，不是我无人机就只能搬一个。我至少拿六个。你们每个可以搬两个。你最好拿，你最好至少拿六个，我就拿四个，他拿两个。到底是要不要夜？又害我没钱。哎，这两个。对啊，丁义又没夜啊。管啦，经济才要出来了，被逆转了。哎，我只要吃到，我只要吃到星星，我就被逆转。可恶！我哎，我也吃到星星，我就不会垫底了。可惜吃星星的是，肯定没钱。说啥？耶，铁锤兄弟，第二颗20块。咦？哦，哎。哎，你每回合稳定走一步，哎，十回合都可以走十步。四箭受不了，哎。陷阱启动。你们死的，我们死啊，没杀，我在另外一条路。其实好像是打你们那边。要拼了，不然。倒退，倒退三步哎。你们要再同一个哎，你们还有缘分。我刚走的全部没。你跑回来了，怎么这样？归零了。好奇怪哦。那这个怎么可以稳定四步？为什么只能走一步？这边两道，你竟然能够来到这？哎，这个超强哎！抢啊抢啊！抢啊抢啊！抢钱啊！钱钱！就拿钱啊！就拿钱啊！哎！恐龙啊！恐龙最高级！恐龙要逆转！恐龙要逆转！随机随机吧！那就随机吧！该拿谁的钱？哎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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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没有办法！哎呀！没有办法！没有办法！真没有办法！拿几块？七块七块。为什么我这么不信啊？你没有不信，是他在搞你。随机的。你刚刚一直掐他大腿，他打死你。不可能啊！哎，他怎么一直踩到道具？你加了吗？三了。加八。这好巧。要吸。怎么会这样子？哎呀，我要用普通踩。普通踩很普通啊。哎，你是不是懦弱啊？不是，我要走四步啊。四步吗？哎，我回到刚刚位置。哇！你这种就是没有梦想，你知道吗？我这个可以甩八，就甩八。我走四步，我可以拿一个八。哦，你也走八步？没有，我两个道具，道具太强了。黄金菇。哦，我无敌了！我无敌了！我无敌了！我这个太强了。Go 四人小游戏，又是一打三。哎，对准焦点，直着拿，直着。又怎样？反过去要一直摇。倾斜。怎样？直着拿，直着拿。不是这样。easy go 什么 go easy 摇摇摇就一直你就一直摇摇着摇着就我究竟是哪一个要看你的、你就一直摇你赶快 ready 好不好你就赶快 ready 哦没有这个就一直摇好会了会了一直摇一直摇 go go go三分，哎，完了，零分，这到底，五分，三分，这到底是什么状况啊？到底会不会？完了，哭啊！没什么啊，一分，你好强啊！哭啊，三分，这游戏有问题。对，零零一，这游戏有问题。零零一，这个绝对快快的。这游戏真的有问题。要怪游戏，游戏在搞你。那我来加零块啊。没事，就拿垫底了，你不要闹。最少不是还有两块吗？哎，我们都要把丁义那个星星调过来。冷静，没有问题。第十回合嘛，我就教你了。掉星星只要30块，我就一波直接逆转。我真的不信。哎，你再掉两次星星也出不了。只有两个一而已，怎么可能连续甩三次？我有五哎。对嘛，就不可能嘛。
道具耶，起飞。哦，哎，跟我一样。哦，逆转，逆转的。就是刚刚那个会转的那个、啊，可以直接拿一个免费星星了、啊。嗯，没有错，那个随便都可以拿。你刚刚不是没拿到？没有，我刚刚以为他是自己会停下来，没想到哎，我有靠赛。哦，也不太清楚。那个真的是要自己按吗？还能起舞吗？稳定是不稳，七耶！啊，付了啦！哎、欸，昨天我一条啦，付了啦，付了啦！你该不会？哎、欸，哪里？哎，屁耶！他还跑来道具商。哎、欸，你在拿到那个金水管输不了哎、欸！金水管，哇靠！这已经完了、欸，太强了吧！完了，这个人真的是靠赛，这么一个赛狗。真的是很帅，这样你还有钱可以买吗？搞不好他涨价了，涨五块，不好说，不好说。你知道吗？哎、欸，屁嘞！飞狼哎，再掉星星，再掉星星。哎、欸，不是没事啊，掉星星强。我告诉你，这游戏前面赢的都是假的。我没有想当第二而已。前面赢的全部都是假的。分两个星星啊。没事啊，我看你是多得意。就出在我前面。反正等一下我都不会第四。等一下就是我了，他等一下就出在我前面，来过来过来过来，妹妹，应该是回去刚刚那里。哎、欸，妹妹来，妹妹来，妹妹来，哎、欸，对对 对, 對, 對、哦，妹妹，妹妹，你加了，妹妹，你错笑，哎，七点，哎、欸，哭啊，哎、欸，我们可以转回去吗？不行啊，不行，啊、你要想鬼转，啊，这样子，这样子回去，啊，哎、欸，他还没拿到他呢，怎么又是你速度啊？受不了就要走，不会不会买，有点渴，真的有点渴，真的是受不了。怪怪，谢谢。第一掉过来，十七个、哦，其实不多哎、欸，其实不多哎、欸。你也没拿救啊？我没救，我赢定了。爸，那个狗又要到了。他是真的帅哦。这一个啊，这个比较近啊。是吗？嗯。你走这边，那第一要到了。哎、欸，稍微超近路。稍微抄近路，就这条了啦。有捷径不走，真的是。我抄近路是抄哪里啊？哎，丁丁现在那个是干嘛？办啊。哦，我办、哦。我先拿这个，然后金水管。啊。哎，用金水管那个会有什么？我在。估计是不行吧。我感觉飞过去就可以直接买星星。应该是不会直接飞到上面。判呢？同伴。我的同伴是谁？女生，给我女生。你没有同伴，女生，你没有朋友，哎，你的朋友就是我，哈哈哈，这是你吗？哎，这个要堵我，这不是阿 Z 吗？铁锤兄弟的朋友，哎，这是慢慢龟，这不是我，哎，他想跟我一起去冒险，哎，一一二三三十，哎，无敌，他一次可以宰，无敌，他一次可以宰十步，哎，逆转就是靠这个。二 B 二，我跟、哦、我怎么跟错狗一对啊？你呀、啊，啊，运气不错、啊，对吧？这个万年最后，我怎么跟错狗一对啊？神作，这是要干嘛？我看啊，移动，闹出一样的题目，我好简单。啊，第一，这个以我们的爱会很简单，为什么？简单，哎，你不要搞，你不要搞，第一，你在干嘛？这个绝对简单 ，OK 吧 ？OK 吧 ？OK 吧？第一，听我的，啊，就这样，就这样，啊，带着第一 ，Go， 哎，中间 Go Go， 美女美女。迪迪 ，OK 吧？右边，这个偏简单，迪迪。好。哎，这个，这个简单，迪、啊。这里快到了、啊，这里。哎呀，秒打！哎，我刚刚走错，哎，快打、啊！快！迪迪，你干嘛？哎呀！哎呀，完了，完了！哎，我出意外了。哎，这个先下去，先下去。这样，你冲！迪迪，你冲！我这个队友真的不行，我就是实力真的不行，我这队友这有问题，这实力真的不平衡，太虐了。
个都能打劫是有点。我弟呢，不小心找错别人。哎，有点快啊。有点卖不错了吧？有点快活啊。哈哈哈，真是快！反正你也走不到嘛，对不对？你看你是一头快，要信心啊！铁拳兄弟就14块，来看了，看了，我用吗？你用吗？你倒是用吗？这是可以自己选的吗？真的吗？你选它，我看啊，下一个吧。你那个反应我看过，0.47。他你看他吗？他是靠赛嘛，对不对？他自己这就不能选，他自己停下来了，不能选。真的吗？他是停下来啊！你刚刚没有反应吗？你刚没按他，当然就停下来啊！我刚怎么都没按的？那你怎么不按？嗯？啊，我还在看呢、啊。啊，我刚刚也还在看啊！你倒是，你还追我？哎，哭啊！你啊，没事。啊。你刚赚到钱了，你有钱可以花。真的没啥救啊！哎，你也没什么救啊！你有钱，你有钱也没有大啊！他怎么会把他心吊死？这个稳定四步哎，怎样都不可能踩到零哎。对，不想用这个，不知道怎么到零哎。你稳定之斗士。喂、欸，潘总在听你哎。哎，有潘总超强。开场就该拿到潘哦，不管你还买道具哦，买啊，你倒是买啊。5块。第二个利好。哎、欸，你买5块的你就不能充了。第二个好啊，第二个好啊。我买这个。你就买5块。没有梦想，你没有梦想。你怎么可能下一关赚不到那个钱？暴富！你看又加3块，你看又是买那个，真的。我怎么觉得他赢了、啊？快拿3个！完了，这个药剂正在乱。不会吧？哪都走不到啊！好了啦，你跟我就是一样的。哇，68块了！啊，68块也没有用啊，零氪之星啊！68块钱啊！哦。跟我都是一样的、啊，爸，慢慢龟提我10，好像只有一个对，伙伴只有一个对，你刚刚慢慢龟的骰子就有机会了，你再买啊，你到时候再买、啊，再给我那个，买啊买啊，我钱多啊，买啊买啊，有钱就是任性啊，再买啊，穷的剩下钱，又拿3块钱，看这人好没手，小游戏来。哎啊怎么又是我啊，来我这次不可能再输给你。你要怎么回积木谢谢锤子。下个哦哎扁我们了。不是啊，怎么我们扁他，我们三个扁他。怎么要这种事啊，走啊开始。为什么我的都是被扁的、啊、王是操控左右吗？我不知道哎，我是哪里啊？哎为什么我都是被扁的？我是右扁的，给我左右的。我来控制右手。哎前面的地方每次都不夜，一直不夜啊！有进步。哎，我也有2块。哦，还有夜，你也有2块。我要去拿星星了，我一波直接逆转。嗯。对，然后三个回合，好像会有额外加成，星星会变2倍加成。第2名耀西，第4名没有悬念。铁锤兄弟，铁锤兄弟第四名太强了。我们的白痴第4名28块。大家好，铁锤兄弟、哎、有没有？他说铁锤兄弟会赢，不啊？哎，他送给你耶，谢谢。这个人脑子有问题。没有没有，他就觉得我会赢。他再给你这个，他再给你10个，你都不会赢。没有，他就是觉得我会赢，他才给我的，是吧？哎、欸，现在2倍哦！逆转哎、欸，全部2倍，全场2倍。这个他是来搞事的吗？哦，好像是加魔法的。哦，不会是我吧？哦，这个还没有人踩到过的。金夏格变强了，千万不要停在上面哦！千万不能停在上面。千万不要停在上面哦！哎，不可能啊，哎，我玩的道具，用起来。没事啊，我也没有悬念
吧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你要先用道具，你离二十一格。来啦，我的就快到了。我以为你可以走二十一格。离二十一格哎、欸，有没有？十格很像哎、欸。很像哎、欸。有。来啦，复换，复换。哎、欸，是要复的吗？你可以复啊，你刚可以复啊。稍微。抄近路了、欸。走右边，走右边了。不是，你去商店念名钱。好，我就走了。好啊，你就走啊。你倒是走，我看你要花多少钱。我要买这什么？可哎，哎呦，可以，哎呦，这个好哎、欸。亲自买一款，开始开始。最后三个回合。我就买这个，这个好。他想拿第四名，不要阻止他。这一个好。他就没有你的意思。我要有。啊，不对，你这两个没有了。哎，你也是拎着星星的。是，我们还有机会、啊。哎，你已经没有机会了。我跟前面买一下就。哦。完了，第二道了，除非他闪灵，除非他闪灵。他闪灵也会到吧？他的闪灵不会到，他闪灵不会到。你，哎呀。他闪灵，他有队友。队友，他队友还是三两。哦，怎么可能？左转吧，左转，左转，左转。左转，停下，我 A 按，好，完了，拿走了，全部都被他拿走了。他真的很帅，为什么星星那么便宜啊？这张图可能是废的，十块钱，你们是废人的，这张图应该是个废。妹妹停一下吧，妹妹，飞到我前面吧，妹妹来我，他已经在我前面，他说不定往回走，妹妹来。妹妹来，妹妹停一下。哎，这个方向不会吧？这个方向不会吧？又我后面了。哎，又你后面啊？也是我。哎，你前面吗？哎，不是，哎，刚好在我隔壁。哎，阿水你也拿不到，我也拿不到。哭啊！啊，怎么可能会这样啊？啊，这个你又要拿到？哎，太扯了吧？哦，哎，这游戏有问题啊！这个人真的是想靠上你。这游戏有问题。哎，直到前面嘞，没有在右边了，他过不去了。举双手。哦，好喂，三十二格，好喂。哎，妈，勾到星星，勾到星星。啊，不是，勾到星星，赶快勾。冷静，我没有。哎，只有一个选项，我没有。他没有办法，他就不按随机。怎么可能吧？按随机，这次我按随机。是，哎。哎，你一个星星再量再没一个被掉走了。哦，我只要再掉到一个，你就赢了吗？嗯。二，逆转。Oh yeah！ 啊，零颗是怎么回事？零颗二十九元是怎么回事？好想拿一颗哦，我只要拿一颗就好了。啊，那妹妹怎么一直乱，一直乱？不会吧？金线狗，星星要飞走了。星星飞走喽！然后教训你们，玩小游戏啊！超级金线格，把轮盘停住，靠自己的实力。哦，没收一颗星星，给全员十块钱。没收，对，没收。啊！又没了，一颗星星啊！你是在垫底啊？我要十八块，你要十八块，你拿我的星星拿去收。哎，好可怜啊，好可怜啊！怎么可能会中刺啊？根本没有道理。哎呀，水管呢？他本身飞到旁边吗？飞到附近一两格吧，然后他可以再中一次。是吗？附近两格？哎，成功又倒回。哎，这太扯了吧！这个道具是怎么回事？你古墓 party 那个？哎，古墓 party 那个传送门？哎。传过去就不能动哎、欸！哇，你要传送门还只能传人，传过去还不能动。哎，那我还有机会。买了，只要妹妹飞来我旁边，秀了，秀了。只要妹妹飞来我旁边，我怎么感觉她会飞到我上去啊？没有，她已经。她是不是就在我前面？我真的又往前走了。她一定是爱我的，她在我前面。阿飞啊，妹妹，妹妹来一下吧。女生挺女生。阿飞啊，哎，帮一下恐龙啊。哎，妹妹。罗杰塔逆转喽！铁锤兄弟，前面，两圈，我在这，对，我在这。哎，他会起点？哎，这什么？我在起点的左边了。哎，正在搞哎。这个我感觉至少二十五个。怎么可能啊？差几个？他差的多呢。我一个还是差了一个。哎，还有六十个。六十个。
定要起来。震动波，震动波，来！太快了，大家都付十块。好，震动了，震动了。哎，震动了！哎，震了！哎，震了！震了！震了！哎，震了！哎，他这是怎样？我怎么按了没反应？开始了！震了！震了！震了！哎，显灭！显灭！哎！哎，我明明按了、啊，显灭！要最大力的才有啊！哦，最大力的才有、哦！你不会第一个就按了吧？我看你就按呗。他刚刚不是有示范吗？嗯。啊。哎呦！哎呀，要吸一滴三，有什么问题啊？我只能说这个一的那一边够不够？摧毁积木！你就看我会不会赢嘛？哎，来，你说，哎，我就看你说，对不对？哦。哎，那大炮比较强。哦，我是强力大炮，哎，这我知道，都跟我在行了。哦，我知道，我知道 ，Go G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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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Go， 先拆坐垫 ，Go Go Go， 我们只能从上面开始拆哦。哦，我们好像威力很小。哦，我们要从上面开始拆，先拆坐垫。大家快点拆啊！我在拆。我没有停过啊，我刀没有停过啊。哎，拆！他拆你们，拆太快了吧？哎，他，哎，他太快了，快！他太快了，他那个坐垫。哎，不是，他刚好卡过来啊，这个他抢过了吧？一打三，你刚怎么样？我觉得你们刚那边两个人那个。为什么你们两个人打左边比我打右边还慢？你打三怎么样？怎么可能啊？他那拐太夸张了吧？我就懂这个怎么拆嘛。你跟第一两个人争口气。没有，我一个人把左边全部拆掉了。第一个人就在左边，我一个人把中间拆掉了。右边是我一个人在打。你中间是剩最多的。没有。哦，哎，你只差十二步哎，好像其实还好。哎，我好像有机会。两星星就可以不要吸了。哎，我好像还是有机会的，来吧。要吸没道具，剩下钱。好啦，避转不了。来了。好，我再来。我还是有机会的啦，来冲锋。哎，那冲啊！这什么？买道具也是。可以再买一次道具。哦、我又冲了又冲哎，你有机会。那还下个回合？冲了又冲哎你。哇，我好像有这种机会的哦。六逆转，下回我要拿到了。六块，还好我机会。哎，慢下，等一下，他开始了。你先不要拿，你看你等一下让我拿，我要结束垫底了。OK 吧？OK 吧？你有种就拿。OK 吧？先第九回合，你等一下让我拿。给你了，没差，你就拿。他拿地，然后随便甩都拿。没有办法哦，这是狗哎、欸！你可以不打吧？对啊，神都气人赛，我没办法。好，我这就把他的幸运全部交过来。哇，最后加速啦！这个人真的很帅，他已经拿了四个星星了。怎么会这样？十回合拿四个是什么情况？啊，掌控，在我旁边拜托。我觉得应该会回到主线的位置。没有，我觉得会在我前面。应该是在我前面一个。照理来说，应该是在我前面。他只有起点的位置没有来过。那22块，铁锤兄弟。应该是前面，左边，右边，右边。哎，怎么了？干嘛？你还没救嘞？哎，他在搞。啊，这怎么逆转？没救了。这哎，丁要拿到。他应该会可以再买一个吧？不是哎，丁毅太扯了，他这样又超过我了，他要走上来了。哎呦，他去打啊，这给他打啊，哭啊！这个游戏我觉得这些有问题哎，这款有问题，这款就是有问题。我是觉得地图的问题。没有，怎么可能永远都是走在他前面？他怎么可能可以一直拿道具？他下个回合他又拿到了，对啊，他又拿到哎，全部都是在他前面哎，这个图有问题，这怎么可能？药剂还在这里，药剂有头绪吗？对，药剂还在这里。哎，阿尼也是零的，他刚刚被没收，你忘了？我还有机会，你还有机会吗？来，一起下品了啦！我就花毛毛的剑，哦，我要去氪金喽。不是哎，我下个月下品完就没有再下个月了哎。对啊，那会不会？
啊，不是啊，我没看到啊。可怜。哎，帅哥，你看我的钱，钱再多都穷到剩下钱都没有到，比你们三个加起来还多，都没有用啊。说啥？我就不是机会。要不是我刚买的那个，你的算术不错哎、欸，爸。你看又加两块，一直洗钱。嗯，你又两块。洗钱怪物，你的算术是真的不错哎。来了，我再买那个啊。哦，你又可以买道具了，好吧。再给我。弟弟，你又走下回合就转型了。嗯。我一波逆转。你也拿，你拿到会赢吗？不是，不管他有没有走到，他都会再生一个幸运出来。我操。哦。你是。Go。看我钱，看我钱，你不一直洗钱，又省坏。啊，恐龙已经没救了。哦，我为什么一打三？我怎么一直跟你一对啦？你一定是一个被三个打。谁不在？谁不在？选出不在的角色。哦，这个是记忆力嘛，这种 man 的。懂了。太 easy 了，太 easy 了。会。太 easy 了。会完了。跳过。我是哪里？哦，我知道。太 easy 了，太 easy 了，这都太 easy 了。我也不在。太简单了。太简单了。你就跟着下嘛。你们就跟着抄嘛，你们就继续抄。跟着下。你们就继续抄。跟着下踢的还有一分。你们就继续抄。哎，左边那个不在。哎呀，很简单啊！左边那个不在，左边那个不在，你们就继续抄，你们就继续抄。左边不在，你们就继续抄嘛。左边那个不在。哦，左边那不在啊。就继续抄嘛。哎，怪怪的。哎，哎呀，过了第一名。会了。你们是不是都只会抄？会玩了。我知道这游戏在干嘛了。啊，三分。哎，显练，我完全知道这个游戏在干嘛。显练，这个兵呢？目标就是让你拿三分。有 Zeta， 但是我真的钱就很错，花不。这个第一名还不给道具了。对啊，这样怎么逆转？刘立鹏第一名至少还有个可以打死的道具。哎，最后一回合而已，完蛋！天哪，我怎么可能走到第二方？钱花哦。铁锤兄弟冲啊！倒数一回合。Oh my god！ 铁锤兄弟。下架好骰子。我如果骰个几步有也要七才行。哎，其实我觉得我可以逆转哎。七步哦。哦，来，我感觉有机会骰七步哎。哦，有啊。来七步。哦，漂亮。掉好多钱。三步。哎，他知道你没钱，一直给你钱。怎么会这样？哎，往深处走了。付钱啊，付钱卡了一下。付钱了、啊，他给卡到谁啊？你不知道，你卡一下。哎，我感觉他等一下会生在这里。嗯。他等一下会生在这里。他不会生在这里。可是你不会再动啊？不，他一定会生在这里。他你不会动啊？他就直接拿那个星星来动。哦，这条狗要拿了。他没钱啊。哎。可怜。心上够好不好？啊，吃毒啊！哦，我没钱。哎，到底，反正你会用飞的，不是吗？飞的用飞的哪有差？等一下飞的就没办法多拿一个星星逆转了。哎，他搞不好怎样，刚好塞了就扣两个。嗯，但是我有他，有没有那可能性？我有他，有没有那可能性？他塞零，他那塞二，大破两个，对吧？哎，对吧？OK 吧，哎，他拿到，不是我没钱啊，哎，然后最后这个大好帅哦，天哪，哎，不要给我钱，你为什么可以一直靠帅？没钱滚蛋了，对，没钱，十回合可以拿到五个星星，这太，这什么？第一次看到，十回合可以拿，哇，哦，这种抢劫，抢劫嘞，这老贵了，不差吧？他可以把要拿星星的人抢走。我到现在就没有看过道具。好了 ，LC 不要再闹了，你随便踩啊！你这回你这死鬼！哎，有嘞，你要到道具商店，可是你用不到。你这死鬼了，这什么都没做到哎！我就偷了一个那个就没了哎，不是连道具都没卖嘞，卖完了。哎，你
逆转的时候开始了，各位观众。我等下就进水管直接飞过去。我看你过去一顶，不可能，我直接踩死，我告诉你。来，你倒是踩啊，你倒是踩啊！你们看我笑，你们就看我笑。在死的那个后面是柱子嘛？哪里踩啊？哎，你又怎么用刚刚那个？我就用这个，你又在神力转，你又怎么用刚刚那个？你们看我笑。来，看看就零，啊零，就是零。哎，刚好，哎，想想哎，好啊，啊，好像赢不了哎，你还赢得了吗？不知道哎，他没救了。下去，我应该是小游戏拿最多第一名吗？不太可能吧。我记得我想赢就赢。我连带第一都赢，我十个小游戏好像赢了八个，我带第一都能赢。说死啊，第一怎么赢的？我是女士专家。那第一怎么赢的？我直接在我前面，一格两格，送到我前面，就到我前面，送在我前面。哎，这个方向该不会？哎呦，不会轮到你，不管他去哪都没救喽。都跟你没有关系。哎，在我前面，哎，他就在前面。他不会轮到你，在你没事。在我前面，你看起来是这么说哎。真是奇怪，终于要结束的时候，他终于到了。哎呀，结束啦！最后的游戏了，最后，哎，这个游戏应该送一个星星吧？哎，有机会哦。钓大鱼，钓大鱼。哦，还可以退别人。会啊，钓起来是按上面两个吗？哎，快点，刚开始。那钓起来是按哪一个？上面两个。哦，不知道他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。哎，这条，我这条大了。哎，靠！哎，我这条才大吗？甩干了，甩干了，怎么甩啊？我爆牛哎！哎，要甩！哎，有这样！哎，你们怎么都掉爆牛啊？哦，原来是这样。哦，我刚那条超大。哦，我这个大的。会啊，会啊。不是，我那条真超大哦。我这条一定赢，我那条神龙。但是你不要长，哎，你那条神龙，怎么又是你啊？哎，屁嘞！血虐，最好的哦，第一阵太帅了。我操，那刚没有靠帅啊！那不就是靠帅？你在说啥？靠帅，你还没靠帅，你要前面那条怎么可能？那关键是在靠帅。没事啊，还有关，还有逆转回合啊！这游戏有逆转回合。哎，我觉得我做很多善事。你一定最好，我一定是赚最多钱的。我这个人。多上次我一定赚最多钱，第一份奖励小游戏天才。如果有走最少步的好牌是你，应该是你。哎，你看，谢谢谢谢，是我爸，我爸。哎，没救了，没救了，怎么可能？太扯了，这个废物怎么可能？什么废物？红色奖励，那应该是我。哎，怎么感觉像是你？谁被惩罚最多次？这个可能是我。哎，谢谢，谢各位，谢各位。大逆转！啊，对，有点可能吧。哎呀，到底是谁会赢啊？耀西会不会跳起来啊？铁锤兄弟过分！铁锤兄弟，第三呢？耀西被逆转，第四你就过去吗？没有，这后面，哎呀，这后面出了点意外。你这死回合一事无成。你这死不了，那死不会做哎！我赚了60块，哎，这个模式不行，换一个吧，换一个吧，哎呀，换这个动次动次的，还有这个 tempo 我是 man 的，开到最大声，快，声音 tempo 我是 man 的，把声音调到最大，不要撞到周围的人，这个电视的能调吗？物品，蛮大声的。把它调个3倍，他叫我们3倍啊，他叫我们站起来玩的，调到120啊，没事啊，好，这样吧，哎，弟你去问他的，哦，我调会的，叫我们这样，要货，要西蒙，哎，要西蒙啊，是啊，都选错了，要西蒙选哎，我什么都没看到哎，看到了吗？我可以不知道，要西蒙的。要我女配款，是吧？要西蒙女配款，我都没看到。哦，打拍子，啊，没有打我底啊！好啊，你看这有点白痴啊！我这
看我炸！不是，不要被那个，不要打你们，这事情是我记忆啊！对，啊，别怪！等等等等。我跟你比差不多，再来要随地，我跟你比差不多，不是。
完了，要到终点了。噔噔噔噔噔！哎呀！完了，左边擦玻璃怪物，我这是擦玻璃师。哎、欸，你很，你会擦哎、欸，清洁工哎，你要不要考虑转行呢？啊！哎呀，擦玻璃不能忍术，忍术！哎，怎么第一关人？哎，第一关人怎么了？你没有还有一关啊，还有两关，这样可以啊。我操！换左手，换左手啊！哎、我悄悄死你！走走走走走！完了，这个怎么跳？我找不到节奏。啊！啊！怎么还有不跳？啊！哇！这一波赢了吗？我输了。不可能吧？啊！到底是谁？依他这个，依他这个节奏感。啊！这个，这个其实不是在挑战节奏，他在测试你的体力。哦，你的体力不行，但是不行了。到底是谁会赢？哎，你怎么赢了？老人啊，老人下去，他赢不了，你这边赢过。没事没事，我等最后那个回合。你说困难吗？最后这个回合才是我发力的时刻。哎，最上面那个才可播吧？你说我不会吗？最最老的，三百一十。你看，这都是照年纪拍下来的。三百一十，太写实了。这手法有时候收不到感觉。太怪了，我觉得这根不是我的手法，完全不是。嗯，它上面没写东西。这一根绝对不是我的手法。这把比较简单一点。三回合，我这简单的，随便都赢。哎，我去，哎，准备好了。对，你看，好，来，哇，哎，哇，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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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什么台湾？哎。
好，不知道吗？这么简单，举手就举手。对。哎哎。再次顺利了吧？已经是恐龙了，我不是快就是慢啊！
们俩交代一下就知道了。我感觉你们两倍分数哦。快了快了。然后敏娘快了哦。试一下最后一局吧。决胜局吗？这个模式的最后一局吧。好 ，OK， 这个简单。决胜局哦，一把必胜负。别那么累了。火焰不是更累吗？火焰好像很痛，没有。肯定是挺累啊。好几个，六个。六个。完了，又是挺不中。哎，我很会打，是不是？哎，哎，哎。
快了。啊，我真正的最后一局了。啊哎呀，是这个、啊！怎么全部都重复啊？滚！哎，滚！好、啊，哇，这么快！这个我没得，快就好。越快我越爱。哎哎哎！哎呀！哎，往上抢吗？逆转了吗？哎，可能吧，我好像有点掉哦。嘟嘟嘟嘟，没事，你至少赢过丁力啊。丁力，我就没有看你一个杯子哦。完了，不会又是恐龙人吧？我怎么感觉是恐龙人啊？有机会是我，我可能小输一点。我觉得应该是，你应该是没什么机会。我觉得应该是恐龙人。哇！又是恐龙人，我又赢了。我吃那个起伏咒，你们太吃香了。起伏咒这个考验，哎呀，考验节奏感。哇，你起伏咒洗了81.1%，哎，好猛啊，150分，好强哦。没有，没有，烂的。150分，马上没到。下一款的，下一款的，哦，这款太厉害了。好，下一个模式我们换轴怎么样？啊，半周半周不好吧、啊？大家合作哦，难度也很高哎、欸。要半周，我是右边，我跟丁义同一边了。我是左边，然后为主。哦，哟，应该是没差。丁义千万不要搞哎、欸。是啊，是啊，我跟你讲，我这边绝对安全。我很会半周，他们那边那两个人是恐怖的。嗯，我们两个都在生存战。哦、我们老司机，不需要。规则也不用。我已经是半周天才。老司机了，已经。同心协力。哎，我们最重要的是同心协力。哎，你可以。耶耶耶 ，Go！ 开始 ，Go Go Go！ 你要走左边还是右边？用力滑，用力滑！哎，耀西，你们挂起来！哎哎哎，耀西，你干嘛去？来啊，开始滑！过过过！右边吧，右边吗？右边好，右边好。啊，你们左边不滑？哎，左边滑下了。哎哎哎，不是，是反，是不是内鬼啊？刚才那个？哎哎，没有啊，我刚刚手没停住啊。十几人。这好像小游戏啊，这个 easy 的，这 easy 的，简单的，简单简单。好，我一个人，交给我一个人。好，来你来你来，来，你好，我一个人独立。好，跳过跳过。记住牌面。好，我记好了。OK， 我记好了。我 OK 了。我 OK 了。我来。他其实只有10秒。哎，不是，一人要抢两个。不是，哎，不是你啊，我刚没进。快点啊，最右下角那个，还有中间，中间到我。好好好，下面。真的，哎，哎，有人没搞啊？我有记啊，啊，你还敢不记啊？中间最下面了。不是啊，正在搞啊。我没办法。哦，这很简单，这很简单。好，我属于最左边那个。好好。就是那个动的那个 ，OK 吧？哎，这个我要。哎，这两个，这两个。那一张，那我不知道我哪个，你不要跟我抢，哎、欸，我不说右下角又在抢，终于啊，终于啊，没办法，记住牌面，我是这么简单，好，我中间的太轻松了，你是左边吧，我太轻松了，我右边，我右边那个。这个是我阿妈在玩的，是不是？这几天没有什么事、完全不可能会有机会。怎么输啊？哦，太简单了。好，我左边，我要上面的。一二四，我要上面的。我左边的。哎，我要上面的。哎，好、哦。
哎，我记得，我记得，我处理我那一张，我处理我看到了。不是你们在干嘛？啊，对不起。哎，我们在干嘛？我们在干嘛？哎，下雨了吗？我们在干嘛？我们在干嘛？对，我们在干嘛？我处理左边的，我处理我下面看到那张。哎，我就下面那一张啊。OK OK， 没问题啊，看到吧？你啊，这没啥难度吧？到手啊，弟，你到底行不行啊？哎，就剩下六张哎，怎样都不会错吧？嗯，这么简单？好，我左上角了，我左上角。啊，那我左边第一，我上面第一张。好，你上面第一张啊，不是，那我第二张，六张选四张，那怎么做啊？到底怎么输啊？不知道怎么输哎、欸。嗯，这个不难，怎么会有人选错啊？第一，怎么会有？啊，我们怎么会有三个叉？嗯，很怪、啊，可能第一个是我们说自己来出题。冰冰姐，耶耶，又加三秒，二三秒啊。嗯，不过这个应该不太可能到不了吧。这个怎么可能会死？哇哇，别偷懒呐！你说要走右边的路。哎哎哎！走开啊！走啊！走啊！走啊！你们不要啊！放气球！放气球！放气球！走走走走走，加速！这是要干嘛？神秘球！哦，这传球这么一粒，分类分类。这是要分类，分类分类。够够够！就分类有多难，它是有多难。快啊！跳过跳过，来肉色分类。哎，你干嘛？给我！哎哎哎哎哎！你倒是！哎，别闹了，快！你快点！在混呐、啊！我很牛逼呀！我也不想赢，我也不想赢哎！
谁？主机是谁？主机你不要看我。不是，只有红色的有那个按钮啊。你按看。不是。对不起。好啊。好，毕竟是你吗？哎，有敌啊，有敌啊！不是，左边不要再活了，好不好？我来控制，我哎，救命啊！不要哎，没下！哎，哦，哎，右边，哎，有泡泡。哎，玩一下吧。好，玩一下，让师团再搞一下吧。没有，我只会靠。他杀蝙蝠，好，开始 ，go， 这是怎样？哦，不要碰到蝙蝠就可以了。好。蜡烛，不要碰到蝙蝠。哎，我处理左边，我被带走了。嗯，哎，回来。那其实好像有阻拦度。哦，对啊，有 S， 很轻吧？没有，两个在哪里啊？左边啊！你在这？好，好雷，好雷哦！那个被带走。我把左边都弄完了。我把右边全部。我把中间两条全部弄完了。耶！神话结束了。多十秒啊！可惜。哦，如果可以再多十秒。走啊！不是，你们为什么一开始我就被划了？干嘛？你们是有病啊！怪的！三秒，拿起来！来换你们了。那应该是没有问题。气球，它动了，左，右，哎呦！好，没事，通道。啊，这个是有多难就默契嘛？大家一起抬，阿奇鱼啊！大家数三二一，一起抬吧。好，我觉得应该不难。我只抓金色了。好。我知道了。来了，来吧！不是就抬。捕鱼。来抬人。捕鱼。来，这一波。来吧。来，龙马，金蛋肉 ，Go！啊，这个人 ，Go！ 阿哥 ，Go！ 什么 ？Go！ 过来，哎 ，Go！ 金色，金色，哎，金色，哎，为什么这波没有开起来？左
出去是要怎样子？不要，毕竟你倒是够了。不要让他们出去就好了。啊，把他们包围就结束了。好，然后赶紧去我从外侧包围。是，我给他们看。来，赶紧去。好，我们夹杀这一批。哎，这一批带进去，带进去。哎，不是，不是，别打在入口啊。是还走，这反可以走啊。不是，我不是要把他赶在里面吗？不是，是你要把他出去啊。哦，要把他拖出去啊。14团的防守哎。没有啊，我以为要把他们放在里面。我带了一批过来。然后我跟你夹杀。我想冲在这门。哎，不是，哎，又是他。我来，关键。哎哎哎！
哎，你刚刚第一有什么人啊？我掉两次了，第一次掉两次了。我们现在还是来耀西，我看你表演。来耀西啊，耀西路怎么就直了一点？走最难路线，走右边，右边最快。我们要拿 S， 哎哎，奇怪，没有没有，怪可怕，可能要变 B 了。哎哎，这里的路也太怪怪了，这边搞啊？不是，他有斜视啊。他肯定是。他想休息啊，还没。他看我鞋子。我觉得绝对有，我觉得真的有点鞋子。不是有点鞋子，再拿起三秒看。不要三秒，三十三。我们剩多久啊？一百秒。哎，右边那个拿起来！救命啊！东方塔没了！哎，拿。那你们倒是别再滑了，是倒是快滑。玩家吗？还是？植物。这第一个。哦，飞镖了，这是有多难？质量嘛。哦。打到头可以拿三分。会了。哎，简单的。来吧，我们那个红色傻逼。他说直着拿是不是？对啊。你要打他。滚！哎！你们！不是，我的是回力镖，不要担心好不好？我打两个，再打两个。哎，我打到头了。哎。哎呦，我这波很强。哎，我打到头。哎，我打谁？我刚打到一颗头，我打了两个。看我分数嘛，这怎么看到你分数？我这样讲，看我分数。哎，真的，看看分数，哎，很明显哦。有人在问哦。我觉得没有超过20的都在会吗？耶！耶！哦，33秒，应该是安全的吧？有吗？暴鲤龙就走过了，飞碟怎么样？那不是巫师吗？走了，我们不要去。对，我们要过关，直接过关。耶！耶！其实好像怎样耶都是三秒。耶！施展魔法的卡美克。右边，耶！右边，啊！你们左边怎么没在玩？哎，是谁？哦，来，走，来吧。啊！哎，我飞起来，这就是激流泛舟的题目。哦，这个还要扣6秒哎。吃衣服。衣服可以干嘛？哎！你们左边怎么过？还有4500哎！啊！哎，观众干嘛？不是啊，快吃啊！别吃啊！我们该不会？躲一下！还会把他滚啊！哎，很冲快，很冲！拜托，一定要出一个气球！我滑了755次，我们左边是很平均，因为我们控场。对，我们控。你看你们，啊，我怎么跟第一差不多？啊，没有了。哦，你在哪里？什么在哪里？哎，你快给我换手吧。哎，怎么还有啊？我想上厕所哎。啊，过来先拉，上厕所休息一下，先拉一下。进广告时间，进一下广告吗？啊？
放着好了。休息30分钟。四十多下。哎呀，没想到，没想到。哇，哇。哇。哎。就放这边。等一下，撒泡尿啊！11点了，这下没哎，十二分了，所以可以再玩一局嘛？吹气球开始哦，这么硬啊？你蛮熟悉。嗯，没事啊，就从这边开始啊，在第一关而已。快点，第一，那没时间了。好，那我帮你们空杯子帮你收一下啊，谢谢。拿过完拿走啊。会。我们提醒一下，今天已经打到12点。12点好 ，OK。谢谢。我上火了。哎，我有，注意啦，起飞。啊，丁磊 ，Go！ 好啊，按时转去收呀。哎，小心，谢了。
那截图是啥鬼？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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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怎么是智障？没有六六的。哎，怎么都是女生的截图？我有截图可多了。我们每个Twitch的女生才够订阅。会有免费订阅啊？哦，你在哪里是打123就订阅？我还没打字，订阅就出来了。等一下。哎，过过过了吗？过了。时间没了。剩下40分钟了。这是40分钟过一下这个、OK。一次过，大家不要再搞。不是说休息30分钟？哦，30分钟。前3分钟都回家了。30分钟你干嘛？又是这个。啊，都是有什么？快点，再加一个。我还收回来哦，我还收回来哦。那你们两个倒是够了。Go go go！ 啊，我是最后一个、哦。啊，第一个是哪个？不知道。OK 吧？这有什么问题 ？Easy。咚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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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不是，我先留着左边的，我把它分成两边，刚好两次吃完。哦，这个是这样子啊、哦？它每次都一样子，这不算重置吗？是啊。没有，没错，不一样。什么？这不就上面两个留下来的吗？不是啊，很明显不是啊。哎，我不要吹，我不吹。你看，你可以不用吹啊。你看，你看，稳定上升。OK 吧？你吹掉，我不吹。啊，来个吸。还有一次，还有一次，不用担心。啊，按刀吹啊。哎。可以啊。有没有？有。我有这个甩头。哎，这边有了，轮到我了。关键局怎么样？关键局。哦，哎 ，S 要188，我就算全吃都没机会了。有吧？你刚才你要三把全吃就有机会。我刚才全吃都没机会。你三把全吃就可以。我前面已经被人搞掉了。谁在搞？谁在搞到你？我不懂，但是有人把我搞掉了。哎。哎，我们怎么这样？加速，我们赶快玩啊！哎，我们的快点吧！啊，上个厕所回来快上去点。右转。哎，快点，快点！哎，一波逆转，一波逆转，全部拿，全部拿 S。哈哈，这个简单，这个我强，这个我超强，这个简单，这个简单，这个我厉害。哦，这个你真的厉害。哈哈，大概就是。嗨嗨，哈哈哈哈哈哈，都丢啊，哈哈哈哈哈，哎哎哎哎，哈哈哈哈，两个字，这个到底有什么，这个脸色，你们两个到底有什么毛病啊，这个脸色好笑啊，恐龙看我们两个，这两个人不想赢的，你们两个真的有两个好像爆屁的，耶耶耶耶！三秒，你们是爆几屁的？我们笑死了。哎，前面那个吸血完了，哎，没了吗？我就看错了一个。不要，前面一个。右边有一个哦。哦，右转了，右转。哎，全部拿一次 ，OK 吧？嗯，这什么？哦，这个会我们啊，这个我也很会，不要再守门了，这个不要再守，这个你也很强，这个我很强，这个里面防守的，来，我赶 CP 啊，哎，好，哎，我的被动，好，你赶 CP 吗？哎，可以，来，我夹上他们，好，我去抓漏网之鱼，不是啊，第一组能不能帮一下？我有，我不许，哎，为什么没有人帮忙啊？哎，我们第一次做 S， 这次不会没有吧？哎，金龙哥过去。哎，去抓一下我们自由吧。弟弟在干嘛？没事，没事。哦，你这在搞。S。我开始了。耶！S 加43秒，应该不可能吧？嗯。到底要怎么输我都不知道，你要准备开始考了。没有，怎么会？走瀑布啊，走瀑布啊，瀑布我们左边吗？哎，喜欢，
一起滑应该是比较快吧？一起滑很快，而且还可以自转，除非有人在偷懒，不然应该是自转。啊，最后反正最后那个结算表会看到有谁的。上一把有一个600多的，我赶快刷一下自主吧。耶！再洗试试，多洗一下吧。你都是洗啊，你就洗多一点啊，你就能洗多少就洗多少。哎，有指标，有指标。有什么标题啊？哇！急流泛舟就这样好玩。来，你开始，来，你开始。啊，这个我也超强，第一 OK 吧，第一 OK 吧，这可能会有意外。第一感觉又是第一棒吗？没事的，掉两次算我再搞吧。好，有哎、欸、有哎、欸，一次啊一次啊，这是马路特别难。好，两次，两被鲨鱼打死，你要不要认真啊？你这是哇！哎、欸，你这是天才、欸，真的很难啊！你打算什么时候运到药西那里、啊？啊！不是，我的路很弯哦。来啦，看看药西怎么做。哎，药西，有。哎、欸，不是，路这一行的路不好走。也算你生晚一点岁。你这样跟弟弟有什么差别？我才两次，我先我下百步，我来表演给你看。我才两次啊。你这个路很宽啊，你有没有看到？有没有看到？哎、欸，铁锤兄弟，看我们两个、哦有。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哎、欸、哎，铁、欸、锤兄弟。哎、欸，铁锤兄弟也掉下去了。铁锤兄弟，快点啊！来，决胜局。哎、欸，这我阿妈来就会。对啊，这边哎、欸，不是你最后这条路很简单。你们一个失误，然后现在 GG。只剩几页？我只花了十秒，第一个22秒。第一个是有点夸张了。第一个是不是有点扯？那个路特别。你这样还跟方向不赛跑？我看你那样回耶。达成 B 级。Go go go！ 左边加速。右边加速。加速贝斯。加速。滑起来，滑起来。倒刺滑。不是、啊，你怎么一直在滑？我要去左边的标滑。倒刺滑。哎、欸，拿起来。哎。哎、欸，差点没拿到哎、欸！因为你在滑、啊，没有，我刚停了吧。哦，完了，这个真的能是。哎，你要检查那乌龟的脚。这个我超强，这个我也超强。你一定要检查那乌龟的脚。这个我也超强，真的。啊，你看那乌龟的脚。我再看。哎、欸，怎样乱动啊？上面，下面吧，下面，谁不动？哎、欸，我刚刚看到第一没有动啊。哎、欸，不是，我被推的，真的。丁义，你赶快走。丁义，你倒是动啊。走。往上，完了，我们怎么被咬到了？完了，哎、欸，上面那条出来，下面那条出来，哎、欸，不要动，别动啊！干嘛？是谁？乌龟，我感觉，哎、欸，冲啊，过，快走，上面，不要动，冲啊！中间，哎、欸，可以的，哇、啊，你们是真的中，你们是真的中，简单吧？当然简单，就是不知道到底谁在搞。该动的时候不动，该动的时候一直动。耶！一定有一个怪怪的。我觉得可能是两个。1500公尺。哦，原来这个是跑到1500公尺。我记得终点好像是5000公尺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那个对，他测那个超速的、啊，叫我们帮他拍照。他倒是给他拍啊。他超速，我们超速，他就拍照啊。阿拍，来左边啊，左边，气球在左边啊。我们操作吗？没有，急流泛舟会帮你拍照，你要付钱。嗯。直握。好、哦，别甩太大力哦。不要再把它甩出去。哦，这个我没弄嘛。这个我知道，就是把手把丢出去，它自己。这个其实躺着玩就好了。哇，那有那个回来的能力。这是有多难？六，来，哎、欸，来，哎、欸，你们三个是爆片吗？哎、欸，我怎么是第二个？哎，我已经6分了哦。哎，我有分数哦，我有3分哦。你们在围我刚哦。哎、欸，我12分了哦，15分了哦。我只能说我强到不行哦。我是真的屌哎、欸。我只能说我超强哦。哎、欸，我这边的都是蛮闲的，我没有办法。我27分了，28。谁在搞？28。哎、欸，不是，我这
边都是满血。我28，我28，我这边怪全部都是满血，因为我是从我这边走过去的。我这边怪不是也是满血的吗？我是第一个。没有没有，我那边是第一个。我这边也是第一个。我的打残能够被你们收口，收口的拿三倍哦。哎，我的蓝色的表示的。我们第一次看到。左边吧，左边吧，左边吧。不拿跳板，左边是什么？拿起滑，拿起滑。啊？看起来是棒球吗？打棒球。我知道，我知道那是什么，伟大航道。上耶！凹凸不平河川。凹凸不平河川那是有多难？冲上去可以吗？可以。哦，这个好玩嘞。三秒拿起来，哎，一起冲啊，一起冲啊 ，go go go！ 呀！哎哎哎哎哎，他不是一起冲，冲啊冲啊冲啊，哪次不冲？啊，就看有一个在后场，就冲嘛，就冲嘛。有人在护喽，有人在后场。哎哎哎哎，左边，不对，快滑！啊！哎呀，冰子！哎呀！哎呀！又是你们左边一直在瞎鸡巴滑，哪有？你们超球了，超球了！哎哎，快滑，赶快滑！滑，哪次不滑？快滑！那你们滑，你们滑！哎，追到了！可以了，可以了！左边，他先滑！你们 OK 吗？哦，哎，这个我们没得吧？这个我觉得就我们刚刚 CS 吗？每一次都捞，我知道。每一次捞，有人有得到就捞，狂捞！我喊二就捞啊！一定是我这张。
装，假装，假装嘛，假装嘛，哎，他假装嘛，哎，他这点题，哎，我看错题，我看错题目了，他不是滑坡吗？假装嘛，哎，不知道假装。我看错题目了，我看错题目了，反正就假装嘛，假分，假分，假分嘛，哎，假分，假分。哦，简单的，简单的，哎，哭啊！这里，这里，跟着我，这三个，这三个，这里，这里啊！快点，过来了，师尊，师哥，对了，对了，拿了，好，赶快拿！哎呀，这有没有在？哦，你们这两个人真的是，不是真的有背？那个最最蠢，把最尖的拿走了，那个是刚好真的好吓人。你们两个真的恐怖，我就想拿那一尖。哎呀，记性不行啊！好重，好重，死于记性。那也是你死。左边，右边。我们刚刚是走左边，左边。啊，左边。别问，别问，怎么会这么慢？我不知道，我看大家应该是一级啊，我应该是有队友啊。Yeah. 能不能超过200米？耶、yeah.。我现在看起来好像想出东来。飞跃的小船。哎，红色踏板弹了踏下来。哇！飞哦哦，还是可以飞，好爽。哎，右边吗？左边。哎，中间吧，中间吧。然后你啊？哎，可以可以。没啥问题啊。嗯，点蜡烛。够够够够够。关卡都偏 easy 了，嗯，基本上 S 全部拿钱。But， 哎，你竟然被送走哎！他住到你。哎哎，哇，我还有我各种鸟，哎哎哎哎，各种被带走。想被带走，那就会被带走。奇怪，我被抓走啦！各种被带走，什么情况？在哪里啊？左队右边啊？右边谁不走了？丁义红队。定义、啊、不是定义，一开始走右边马上就被抓走了。我先把中间两排给满，我还把第三个。不是，我你还想再帮我？我至少点了20根。我刚刚是点的超多哎。我也是点了快10根，你还要点20根。他哎、欸，左边哎，右边。他里面加起来就20几根，你们点了30根啊？总共点了30根，我30根，我点20根。是这样吗？对啊。哎、欸，吃了一个苦啊。你不知道该干嘛、啊？我怎么知道？他们干嘛吃？飞啊飞啊飞啊！有的吃就吃，哎，没吃啦。哎，喜欢喜欢。冲起来吧，冲起来吧！再冲吧。嗯，再来。哎，我很会玩啊。啊喂！又一个气球。可以吧？哎，哎，新关卡，哦，团队合作是有多难？我会了，我会了。哦哦哦，有合同拿回来哦，好，没问题。嗯，哎，丁丁，右下，右下。哎，你去踩那个机关，丁丁，你踩那个机关。好。哎，一个一个来。可以可以可以，丁丁，哎。一个一个来。传球，好、哦，可以传球，来球。哎，你赶快去拿，我踩的这个。来，丁丁再踩一下。我怎么感觉你啊？啊，你们那个怎么那么慢，那么慢呢？我走的会害。你们那个也拿太慢了吧？我拿太慢了，我们是有比你们慢吗？啊？啊，可能有哎。要不是我刚刚被卡住，可能有哎。要不是有人在那边故意卡我。哎，左边。哎，
水罐是这个。我要一个如丝如水。有很多个水罐，哎，划一下。来，来，啊，啊，三零姐，他一直在帮我移动。三零，哎哎。没事啊，时间很多哎。嗯。哦。这个好玩哎。哦。嗯，这个好玩哦，这个绝对有一个人。绝对有人在搞，停一下吧 ，go go go， 要停吗？停！哎，有一个人在动，他真的只会往前。停！哎，我感觉在 rush。停！不要再动了。停！可以。哎，停！哎，可以。上面。停！我没死哎，这样都没死吗？这样都没死。哎。为什么这样没 S 啊？我们有输吗？这关 S 很难哎，有点水准这个。这关难度偏高。关。哦，我们刚刚只能说默契不错。该停该冲都有。达成 A 级。衣服拿起来。来，过来。好。哦，他还是拿了衣服才能过关，是不是？是吗？拿衣服怎么消失的？他好像要直接连续拿嘞。他好像在指引我们不会被打到的道路吧？是吗？不是，他应该是拿到第一个，然后才可以。是吗？踩到可以加速。啊！到处滑，是滑。结算看谁在问呢？哎呀，怪物打 boss 了！这叫 boss。怎么看？绕过他吧。哎。哇！不要停！逃出巨大游泳。巨大游泳。哦，巨大游泳。啊！游泳就这，他就这。不然被我们死掉而已。那三秒给他拿起来。过了吗？那冲啊，那冲啊，不要紧啊！冲了，到了！你们那边是怪怪的。我知道，我没有停过。我知道这个，我开过。点飘。你也懂啊？我也懂点飘。耶！看过来，简单现实。对我们这群玩家来说，偏移。这个模板很简单，我觉得一二那个比较刺激。一二一二，一二那个手翻了、啊。嗯。哦，我们还有大合照。你有看过我的玩的英姿？你有看到我们一个 S 都没有？谁按了再一次？就了。哈哈哈哈哈！今天聊的就玩到这了。One。好，那我们这一群就开到这了，大家记得到我们的 YouTube 频道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再见，再见。